老弟，你玩游戏有没有买过皮肤？那我肯定买过。那我就要说你两句了，你把这买皮肤的钱给老妈买衣服不是更好吗？好个车，给你妈买衣服人家是点工资吗？啊，人家吗？啊，这搞笑，搞笑。怎么了宝贝？我是来给你家使点暴击的。又开始玩电脑游戏了，你们老爸和老弟的网也是戒不掉了。我有个终极办法。老妈，你这戒网瘾的方法叫什么？我这叫走他们的路，让他们无路可走。方法是好，老妈，但你不能上瘾啊。老妈，老妈，烦不烦？说够了没有？滚！快，赶快去阻止老妈，让老妈别玩了。老妈要是上瘾了，以后你们俩真的就玩不了游戏了。老妈，你这敲真大。打来你的家里，你动什么动？老妈，你的腿也在抖。